代表六年四班潘凯文请出列。这个奖项我们邀请唐经理林玉四林理长为我们小朋友颁奖，欢迎欢迎我们的林理长，欢迎您。这个奖项要感谢我们丽人里里长黄玉化、唐经理里长林玉四、赖旺里里长黄玉佳、赖新里里长卢东松所提供的礼品。也因为有里长，让我们这些小朋友能够安心就学。颁发服务奖，代表六年四班林凯成请出列。这个奖项我们邀请新民高中侯老师来为我们颁奖，欢迎欢迎我们的侯老师。奖项呢，